哇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我现在在华发正诚汇啊，听说山姐老火锅开到这里了啊，咱们去尝一尝。你好，你的锅底来喽。这个锅底这么多油啊！这我们山姐手工炸蛋，这边的特色牛肉拼盘，这边是我们卤菜牛窝头，手工卤菜，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盘牛肉。啊，这是卤的。对，这个牛窝头就是那个牛窝骨吧？对的，边筋带肉的啊。你好，这边是我们的双椒脸盆肥牛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开锅仪式。哎，这是大咖试镜第一场，人生如戏。祝各位大咖万事如意。哎呀，整得好有仪式感的。这边是我们的三姐八道菜。哎呀，这个漂亮啊，这一道菜可以吃八个口味，是吧？对的，性价比蛮高的。啊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鲜毛肚。哦，这是鲜的。嗯，对的，手工黑豆腐。黑豆很精致啊，然后这边的千层肚，哎呀，漂亮！然后这边青青奶豆腐，然后芋泥麻薯筒，做这么漂亮了吗？我感觉这个比甜品店做的多好。我们先把这个牛窝骨煮上啊，啪，牛肉，牛窝骨啊，晶莹剔透的 ，Q 弹的，这个牛窝骨啊，真香啊，满满的胶质啊，啪，牛肉。好大块啊，嗯，它本来是卤过的，再一煮就更入味了。你看这行不行啊？这个牛肉啊，瘦而不柴啊，特色牛肉拼盘，湘菜牛肉，延南的牛肉啊，这个是蒜蓉牛肉，一个牛肉吃四五种口味，这牛肉很滑嫩啊。哎呀，这又是一个八种口味的啊，来鸭血，人家冷锅下的啊，我这下晚了，热锅下吧。火箭鱿鱼，哦，凤爪，哎呀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鲜毛肚，哇，七上八下，嗯，鲜的这个毛肚它就不腥，而且口感还好。千层肚，哎呀，真长啊，这玩意儿。这谁能受得了？这个油碟一滚啊，太爽了！一整个的大肘子下火锅，哦，嗯，这太香了，直接香多了。这个店啊，不管是环境啊、味道啊，还是菜品创新呢，都嘎嘎的啊！有喜欢的可以过来试试。